超过五个人的哦。来，你们都不要动，你们都坐好，你们都站好。坐着一下。那个过来，过来，坐好。你们都不要走，都站好，都站好。站着就好。你们都去那边坐好。老板，你也去好不好？老板。我带啦，好啦，啊，没得快塞啦。我这干嘛好？我。我先提货啊。哎，你，现在这是我们新冠肺炎疫情哈严峻的一个期间哈，那又刚好适逢我们的端午连假，那本文局呢在这个期间特别针对我们辖区的外籍移工。做的相关的一个外事查查勤务，我们为的就是要防止移工在假期当中有不当的一个群聚，会形成相关的防疫破口。那我们在10号、11号两天分别在辖区的北斗镇、鼻头乡查获了我们的外籍移工在室内群聚，在餐厅用餐，那当中更发现了有4名的非法逃逸移工。全案我们在调查结束过后，将逃逸移工送往我们移民署彰化专勤队来做后续的收容以及裁处。另外，违反相关防疫规定的部分，我们依传染病防治法报请彰化县卫生局做相关的一个采访。北斗分局在这里再跟各位民众呼吁，在防疫期间千万不要有室内5人以上的群聚，室外10人以上的一个群聚行为。那相关的餐厅业者也勿让我们的顾客在餐厅用餐，违反相关的防疫措施。我们一定要群策群力，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，我们会继续来规划相关的勤务，来维护国人的一个健康。你们口罩都戴起来，口罩口罩来，口罩先戴，不要戴口罩。啊，等一下，然后你去拿口罩。啊，你们等一下，啊，我叫那头来。来，这边来。哎呀，这是我的证件。哎，没关系，你行动，你手机多少？我手机。